这应该就是钢丝炸弹。钢丝炸弹？我也只是听说过，德国有这种技术，任何一根钢丝的轻微震荡都会引起爆炸。你们都别动，我试着把它给拆了。你小心点，快一点啊！别吵，上面说了，他是炸弹专家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干这个。别问他的神。 炸弹我确实没见过，但我会尽力。拜托你了，你快点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快点，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下。 Thank you.
快走啊！队长，嗯，欧阳兰几天没有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不太对。我记得欧阳兰跟我说过，她是个孤儿，她上哪儿去探亲啊？她是孤儿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？涛，黄处长找你。找我？报告，进来。黄处长，你找我？坐。雪斌，欧阳兰可能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是这样，通缉局的刘景山叛变了，他逃跑的时候带走了一份重要的文件，而且他打算把这份文件交给小鬼子。那和欧阳兰探亲有什么关系？是这样，上级不想公开抓捕刘景山，就从各个特工小队里撤掉一名精英队员去执行秘密抓捕任务。你们小队里面我选择了欧阳兰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他走的时候神神秘秘的，他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，任务失败了，他们没抓住刘景山，而且其他小队的队员全都牺牲了。什么？那欧阳兰呢？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他应该是和刘景山一起坠下了山崖，但是目前还没发现他的尸体。馋死我了。哎哎，放手，等欧阳兰回来才能吃。你们怎么对他那么好啊？
我活那么大了，还没人给我买过蛋糕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头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说话呀！出什么事情了？哎，欧阳兰牺牲了。什么？终于找到了。上面应该就是刘处长的别墅。据黄处长说，欧阳兰是从这儿掉下来的。本来还想给兰兰姐过生日，没想到竟成了她的忌日。胡说什么呢？只是说从这儿摔下来，又没说人摔死了。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欧阳兰她不会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还没有赢我，她不会甘心的。好了，大家都别说了，咱们再去找找。我认识他，他就是统计局的刘景山。那天黄处长给我看过他的资料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脚崴了。队长，刚才那些都是些什么人啊？看他们的身手就知道，应该是日本鬼子。那边有人，他们还在偷尸体。冷月，我冲过去，你掩护我哈。 当年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大家共事一场，
我们炸弹小队五个人，少了一个就不叫炸弹小队了。是啊，以前没觉得他那么招人稀罕，这人一走啊，心里的确空得慌。你们看一眼，他连拍照都那么趾高气扬，越看越招人讨厌。大家早点休息吧，只有保存好了体力，我们才能够继续找他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我们路过山崖边，见你晕倒，就把你救了回来。你骗人！你们闪偷我的箱子！哪有啊？你的箱子不是在那儿呢吗？我是姑娘啊，你呀，别害怕。我们呢，是四处讨生计的杂技班，我呢，是这儿的班主啊。这个是李姐，是她呀。替你包扎伤口，这个呢叫李哥，是她的丈夫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孙子，叫阿郎。姑娘，你的劲儿也太大了，俺刚才差点被你给勒死。我说阿郎，你这身肉是白长了，连个姑娘都斗不过，这以后咋娶得了媳妇儿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说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一个人晕倒在山崖边上啊？
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见过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他会不会真的已经……闭嘴！大家别灰心，我们总会找到的。再去找找。会来这儿啊？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景山，刘景山，刘景山又是谁？临江城新民路171号。去哪儿啊？你溜远点。可你浑身都是伤了。我用不着你管。不中，我不能让你走。你少对我这么好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去记忆的欧阳兰带着刘景山的箱子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你现在远点，干嘛那么多废话，杀了他。咱们回去吧，啊！箱子。哎，好，进去吧，走好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啊，您请好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找一好座啊。好嘞好嘞。你起来了，俺给你煮了碗面，还多下了两个鸡蛋，尝尝。哎，俺不能老叫你姑娘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。哦，哎，那俺干脆叫你何姑娘得了。哎，你看啊，因为啊特别喜欢荷花，何姑娘，不错，挺好，你觉得呢？随你便吧。
嗯。